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 Win 罗文玉，在我旁边的是张立昂，掌声加尖叫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立昂，嗨。第一次认识他是在那个等一个人咖啡里面，哇，这一部太有暖男天使嘛，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他坐在那边气质真好，这样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听你的歌，哇塞，没想到都全部都自己写，怎么会这样？大概高中国中那时候就开始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在纽西兰念书，刚去人生地不熟，就是特别容易觉得寂寞啊，然后觉得好像也没有朋友，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，听着听着，然后就买了一把吉他，然后就开始弹唱。那我先把专辑哦，对，红哥捧在手上很久，全新的 EP， 正负一，好不好？那这次的这个 EP 呢，其实就是象征着我从一个演员的身份回到零，回到初中，然后再重新出发成为创作歌手，所以它有一个 X 轴跟 Y 轴，然后就一个加一跟减一的概念。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些考验了，那因为你呢，既会演，然后会写会唱以外，头脑算数不要好不好？对。你对数字概念好不好？因为总有缺点吧，真的不是很好的。你要边作答，要唱一首你喜欢的一首歌，别人的歌，请作答。来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它去吧，我不害怕。快点作答，贝贝。爱情好像流沙，谁眼里的牵挂？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快点，快点的 ，Oh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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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爱上你，快点，好像流沙，无力的牵挂，快点。快点作答吧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快点作答吧。最后两题答不出来的话没关系，直接放弃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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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只留下爱的歌不够，所以你加。哇，那我刚刚从旁边看，我觉得你至少超过五题的话就过关。第一题嘛，101-100，对啊，那一没有错，叮叮答对，20-21，哎，-1，19+83，哇，92，102，3+2挂号乘以4，对吧？20没有错，好，六题过关，过关哇，专辑的 Still Love You。哇哇，可以吗？这位先生，大叔，专心开车。我很投入在他的音乐里面，好不好？而且观众，假音切换，他其实今天是感冒的状态，但是真假音，你看看，还是掌握得很好。我觉得要让粉丝更细腻的认识这个力量，我们有一些快问快答的这个部分。第一，喜欢 Still Love You 或者是星空左右？星空左右。喜欢演戏还是唱歌？喜欢唱歌。喜欢别人称赞你帅还是可爱？可爱。你觉得撒娇和跳舞哪个你做的会更好？我真的蛮不会跳舞的，撒娇吧。撒娇可以哦。可以。喜欢和叶星辰演吻戏还是和林子鸿合唱？林子鸿合唱。觉得王宏恩唱歌好听还是罗文玉唱歌？哇，就都好听 啊。对嘛，不同的风格嘛。不同的风格了。喜欢撩人还是被撩？撩人。撩人。那你有你可以讲一个撩人的话吗？撩妹的话。要交房租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心里住了这么久。哇、喜欢性感美女还是可爱正妹？哇，可爱正妹啊！最后一题，喜欢有时间的时候喜欢玩游戏还是睡觉？睡觉。最近真的很需要睡觉。过关之后来
唱一首专辑的另外一首主打歌好不好？哦，一定要，好不好？星空左右，两个人一起曾经一起看的星空，那这片天空可能是你跟他一起坐在旁边一起欣赏的美景。那也许不管你后来有没有还继续跟他看这个美景，看的星空已经变成各自看着各自的一片星空了，但这片星空感觉很深刻哦，就是一首有关于遗憾的遗憾。对， I love you forevermore， 为什么还是期待，就习惯没变成自然，怀念却像呼吸简单，而星空左右分是蓝白，你一半却分他一半。星空左右，哎呀，有不同的戏路以外，而且有不同的曲风，都在你的这个 EP 里面都可以听得到。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脱单会社很蛮时下的一些，比如我们讲单身狗啦，写出他们的心境这样。对，是因为旁边很多这样的人吗？还是写自己？其实这首歌是原词是英文词，是在跟一个女孩子说有多么喜欢她。那其实这个情境其实跟脱单会社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。哦，其实对，有点类似，就是她也是说我就是我现在就要脱单这样。那只是这个所有的词都是为了这次的电影片尾曲特别在写的，就是所有单身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这个社团，然后就单身不孤单。对，哇，脱单总比落单好。张力扬脱单会社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不要说出来。耍暧昧，去海边秀完美身材。从今以后，谁敢欺负你，别怕，有我在。It's like.我要 make you mine， 哥的 swag 九十九朵玫瑰刚好，为了你一眼狂澜半世到宝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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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脱单会社，哦，一离不要，单身怎么办？耶！好，又到为粉丝谋福利的时候了。Okay. 我想演戏应该是对你来比较熟悉了，有没有可能以一个男友视角，假设这个镜头是你的女朋友，对着镜头跟她说想念她，假设她在国外，讲你的《星空左右》的歌词好了。宝贝，好久没有见你了，我只想要告诉你 ，I love you。啊，好多爱心。希望你也想我，你想我吗？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想我？我就知道没有。Yeah！ 哇！有啦，中间那段蛮诚恳的，我觉得很好。今天我们有三张海报，你出一个题目，然后让粉丝可以猜对这个题目的，我们就抽三个，就写哪一首没有就好了。哪一首没有唱到？哪一首没有唱到 ？Still Love You。星空左右，脱单会社有唱了吗？我们之间哦，如果你可以猜得出来，刚刚力扬的在节目里面，他唱专辑里面 EP 里面没有的，他没有唱的是哪一首歌，写出来，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，我们会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，把签名的海报送给你。那今天谢谢力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 yeah， 谢谢。希望你的不仅是音乐，或者是你的演戏，未来的作品呢，都有非常非常更棒的作品呈现在大家的眼前，继续加油。那我们今天 Web TV 网罗大明星陈成功，欢迎今天的百万 YouTuber 于哥。来过一场失恋庆功宴，我们这一天都。你会唱我的新歌吗？你的新歌？啊，那首歌词不太熟哎。